咗咁耐，年尾终于有得放假啦！不如你带我去玩啦，冇问题，跟住我嚟啦，去食去玩都喺我身上。Yes！ 今次我就喺安娜澳悠游 website 度睇定有咩好食好玩，仲可以睇埋最新嘅优惠添，咁就唔怕 miss 咗啲笋嘢啦。首先，我哋就去河东图书馆呢边吸收下文化气息先啦。呢边好靓、哦，平时经过都唔知道原来环境咁 chill。嗱，呢度仲好有历史噶，系澳门世界遗产之一嚟嘅添。哇，啲黄色外墙好靓，保养得好好啊！呢条长楼梯各个嚟到都会打卡，影相超靓噶。再配上柔和嘅自然光，真系冇得顶啊！挂住同你影相，搞到我都有啲饿啦。咁一于就带你去食一间好受街坊欢迎嘅饼店啦。呢间位于丰顺堂嘅尖西饼店已经开业将近50年噶啦。佢哋主打咧就系旧式西饼，一定要试下。咁多款，我样样都想食、啊。估到你啦，所以我一早就 mark 低晒边啲系必食噶啦。首先一定要试呢个超人气嘅沙翁，佢外脆内软，超浓嘅蛋香味啊！等我试下呢个忌廉桶先，依家已经好少见到啦，超有童年回忆。你睇下我食到几满足，就知道有几好味啦。仲有呢个核桃马铃都超有特色噶，超香坚果味，表面仲有蛋白糖霜，口感劲丰富啊！你带我嚟呢度做咩啊？呢度有咩睇啊？呢度有间超人细嘅面店啊，佢仲攞咗澳门米芝莲小食推介添啊，一定要嚟试下。嚟到呢度一定要食呢个传统嘅竹升面啊，超级弹啊，仲有超多配料拣添。我就拣咗呢个柱侯牛腩啊，和牛啱啱好，每一嚿都好入味噶。中意食内脏嘅朋友，千祈唔好错过呢度啲猪大肠啊！哇，佢口感好软糯，仲处理得好干净添啊，唔怪得你话必食啦。知你一定食唔够喉噶啦，等我再带你去食好西啦。嗯，呢边咁香小炒味嘅，真啊！呢度秋记大排档已经有50年嘅历史噶啦。同样都是十月初五街的秋季，很多街坊都来帮衬，就知道有几好吃了。这道菜式虽然多，但样样都是招牌来的。干炒牛河呢就在这里必点的了。牛肉好嫩又劲有镬气，正啊！这个豉椒炒花甲很足料的，超多花甲肉，不是只得个壳的。嗯，好鲜啊！来到大排档，点少得椒盐狗肚呢，个皮又脆又薄，点埋兼汁就 perfect 了。饮饮食食咗成日，哇！咁快就天黑啦，天黑就啱啦，圣诞节就嚟到，我带你去一个超有圣诞气氛嘅地方打卡啦。哦，原来系带我嚟16号索菲特酒店大堂呢度，真系几有 feel 喎。仲讲咁多，等我帮你影翻200-200张相 po IG 先啦。又影得几好睇喎，批准你做我御用摄影师啦。圣诞节就快到啦，澳门16号索菲特酒店预备好一系列唔同嘅圣诞特选优惠，去 MJ Cafe 嘅客人都可以获得一杯 Welcome Drink 暖心热啤酒噶，大家快啲去睇下啦！唔好走住先，我哋仲有 giveaway 活动噶，今次特别送出海丰餐厅双人自助午餐，快啲同朋友一齐嚟庆祝啦！只要留意社交平台并且完成指定嘅步骤，就有机会得到噶啦，快啲去参加啦！